终将停靠新气的渡口，往昔的茶座早已改喝咖啡了。我讲的就是东岸，本来都是喝茶的，现在都喝咖啡啊。往昔的茶座早已改喝咖啡了，就像老街中开了许多新店，所以老街中开了许多新店，一语双关，既是说老街变成新的、翻新的，那很多新的店铺，这个地方就叫新店，这是我写的新店树苗。那我再用几分钟介绍一下，另外我接着写碧潭写得不错，但是呢，它其实不是写碧潭，它借景抒情啊。那这是创作的一种说法之一，这位诗人叫苏少莲，把它找出来。